就做义工，大概开戒才几天，他向老和尚告假。老和尚有修养，哎，来去自如。啊，定西法师，这香港人都知道的，晚年都在香港。啊，定西是当家师，定西就没有老和尚的修那么好的修养，啊，就责备他。啊，你既然发心来道场做义工，那么我们发会的期间就是传戒，只有两个月，你怎么两个月的耐心都没有，来了没几天就要走了，就责备他。他就给这两位的这个法师说，这法师，我不是到别的地方，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个话也说了，这两位大德了，那真叫肃然起敬啊！他这欲知是知啊，问什么时候走？不出十天，啊，求老和尚啊替他办后事。老和尚一口答应。那到第二天，又去找两个老和尚。告诉老和尚，我明天就走了。赶紧替他准备，要求几个人呢，帮他助念。啊，那当然，人家都很欢喜啊。啊，给他在庙里面后面的房间，空房间，找个空位，搭一个铺。啊，有十几个人帮他助念。啊，他坐着走的，啊，坐在铺上，临走的时候，这些助念的同修求他，啊，他说过去我们听说，啊，欲知时至，像你这样往生的人，啊，总是留几首偈啊，留几首诗啊，给我们大家做个纪念。啊，修武就说了，我不认识字，我是个苦恼的僧人，啊，一生都做苦事情，啊，我也不会作诗，也不会作记，啊，不过我有一句老实话告诉大家，啊，给大家做个纪念，啊，人家说什么，说什么话，你请你讲。他说：“能说不能显，不是真智慧。”他就听得很有道理啊！啊，会说很多，做不到啊！连《弟子规》都做不到啊！那这样人能不能往生？那靠不住啊，不如他了。哎，他是能行不能说，啊，他不会说，他真的清净心，啊，平常做人大家知道，啊，跟任何一个人没有冲突，一团欢喜，谦卑恭敬。啊，自己谦卑，叫他干什么，他都愿意去干。啊，绝不埋怨，啊，绝没有意见。再苦的工作交给他，他都会做好。啊，走得这么自在啊，叫愚不可及。啊，走的时候，地仙法师赞叹。啊，真不容易啊！啊，讲经说法的法师，丛林宝刹里面的方丈住持比不上啊。
这是地仙法师说的。用在传戒的时候，地仙法师是德界和尚啊，这个谭虚定西都是地仙法师的学生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，决定不能忽略《弟子规》，一定要从《弟子规》认真来学习啊，我们才有救，我们这一生才真正能成就啊。《弟子规》需要多少时间能学好呢？啊，过去我们在汤池做的实验，3个月啊，这批老师们3个月能把《弟子规》360句句句落实，我们发个狠心，我相信都能做得到啊，没有一个做不到啊，为什么不敢啊？有这个基础之后再砸第二个坑，感应篇，然后再砸第三个坑，十善业道，我相信这三个坑一年时间足够，你只要肯用一年的功根深蒂固，你向上提升不难了。你没有这三个向上提升的还是烦恼习气，没有法子啊，所以那有东西提升的是人家真有啊啊，这三样东西根扎下去之后了，你才真正有觉真经啊，觉真经在其中啊，啊，真的是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啊，那个向上提升的时候，真正法喜充满啊，确实会像夫子所说的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你得受用啊！啊，是希望我们同学要认真，要努力，有这种基础，不但向上提升，给诸佛，对自己来讲，业障小了，菩提道上障碍少了。智慧开了啊！现在为什么不开智慧啊？障碍挡住了吗？啊，所以儒释道这三个根是消业障的不二法门，你不从这个地方做的时候，你业障永远消不了啊！为什么呢？天天还在造业，唯有业障消了啊，业障消了的现象自己知道啊，为什么呢？自私自利念头没有了，名闻利养念头没有了，贪嗔痴慢的念头啊大幅度降低了啊，纵然有的时候念头起来一下，大概几秒钟，你就会恢复正常了。这就对了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三段，啊，经文第三段，这个经文都不长，啊，第三，明各见佛来，啊，过去很多人呢，每个人都见到佛来了，缘成熟了。时天地时，在妙身殿前遥见佛来，啊，这个一段呢，
经文就这个一句啊。清凉大师有注解啊，我们看书若佛则用从提起，若机呢则尽从心现，临而未及故云遥见。前面两句话重要。那么就佛来讲啊，这释迦牟尼佛啊，佛是怎么来的呢？这是起作用，用从提起，用不离体。体在哪里？体变法界虚空界啊，提起作用是自然现象，哪有来去啊？没有来去啊。啊，所以菩提树下大众，你说看到佛在那里啊，佛在菩提树下，那个用从提起，桃李天这边圆熟了，哎，看到佛来了啊，佛从遥远的地方慢慢慢慢接近了，佛来了，从佛说啊，法而如是啊，即是众生啊，即感，从众生来讲呢，这佛从哪来的啊？佛是你的境界，心现的，唯心所现啊。那么你的这个心就是佛的体，佛的体就是你的心，你的心就是佛的体，不二啊。啊，那么这就是大乘教里面佛常常讲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想佛，佛就现前，你想菩萨，菩萨现前了啊。为什么？心现的本体谭经上讲得好啊，何其自性啊，本自具足啊。心性里头没有一样东西欠缺，心性在哪里呢？变法界虚空界，虚空都是心性变现的啊，还是我们心想变现出来的，我们心不想虚空，没有虚空，这虚空不是真的啊。时间也是我们心想出现的，心要不想也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空间啊，时空里面所有一切万物都是你心想生的无生而生啊，不灭而灭，这是真的 啊这个道理深啊。你这个道理了解之后了啊，佛如是，一切万法没有一法不如是，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受用啊。那么我们与一切法还起不起分别之处？当然不起了啊，自然没有分别之处啊。那么那个受用就自在，由分别受用啊，就起烦恼，就造业啊！你有分别之处，有个善念头，造善业啊；不喜欢的，造恶业啊。了解的清清楚楚的时候，你在里头不啊，我们讲不要讲的时候起心动念啊，那个妄想那很难，很危险
我们讲粗的，你不会再起分别执着啊，不起分别执着，你不造业了。不造业的状况是什么呢？哎，就跟慧能大师一样，长生智慧。啊，我们就是念念总是忘不了分别执着，麻烦在这里啊！啊，就是学经教还是分别执着。啊，所以佛说的真实意不能理解。嗯，我看人家讲愿解如来真实意啊，要没有分别执着，你才能解如来真实意。你有分别执着，你决定不解如来真实意啊，你所解的是你自己的意思，你自己怎么想的啊。但是这个是中下根性的人通病啊，个个人都有啊，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的，个个人都有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尝试寻修啊，这就重要了啊。所以你就想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天天讲经教学49年？你每天听，每天听，佛天天叮咛你，听的时候不要起分别，不要起执着啊。开头当然有，慢慢的后面就是淡化了啊，这个减少了，哪一天减少到没有了就开悟了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所以宗门用的手段啊很凶啊，他这个不许你用分别执着啊，老师说一句话，然后问大家啊，你们懂吗？说给我听听，说一句来，道一句来，这个人才开口，马上就棒子就打下去了。为什么？你一开口，你不起心动，你不有分别执着了，就是叫你把分别执着给人打掉，我然后就是，他才能明白啊，就叫棒喝。啊，怎么我这么一引诱你，你怎么分别执着就起来了？你就不行了啊！无论什么样的诱惑，如如不动。对了，啊，所以宗门这个棒喝，不是随便天天就打人的。啊，有人真的是说的是曹操的回事，提出他这个看法是老师不怪他啊。那打是什么人呢？看他将物为物，就差这招啊，这一棒打下他一下醒过来了，就大彻大悟了，都放下了啊，至少执着放下，执着放下，人成阿罗汉果了啊！分别很淡薄啊，分别这放下时候真菩萨果位了啊！所以那个悟是有层次的啊，成阿罗汉是悟，成菩萨也是悟。那菩萨在华严经上终于看到了，从初心到实心有10个阶级啊，每一个阶级都是悟得深的 啊靠什么呢？全靠放下分别执着啊。所以经可以看，不能执着啊，可以听，不可以执着
啊，像五十三餐啊，男女老少各行各界各业可以接触，不能执着，不能分别。啊，所以你会了，一生成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啊，你在境界去练嘛，练不动心嘛。啊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玉香长者善财同学参访他，他在哪里啊？他在试禅。试禅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百货公司。他在逛百货公司。啊，这位大禅定的人，他在百货公司逛百货公司修禅定。啊，那热闹啊。啊，他看得样样清楚，样样分明，会看到没有？如如不动，定了。啊，他不是在禅堂里头盘腿面壁，不是啊。啊，人家定慧等学，啊，是这么成功。啊，所以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。哪个法门不是讲定慧的？问题是你会不会？如果你要是这个逛市场，这个看看，那个看看，这个也想买，那个也欢喜，你动了心了，你心被境转了。你修行人是不是？修行人是不会被境界转。然后什么呢？心能转境啊，而不是境随心转。这个心随境转啊，我们这个凡夫啊，凡夫就是心被境界转啊，境界一现前啊，喜怒哀乐贪嗔痴慢全起来了。啊，所以什么时候你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，不碍事，没有一样碍事的啊。可是初学的人不行，初学人一掉到深山，远离境界，得清净心。清净心现前之后，还要下山去实验实验，看会不会动。如果还会动，赶紧回去。啊，不行啊，试验到不动的时候，那就是五十三层。就那叫真啊，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，境界是新鲜的，不是真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你懂得，啊，佛是从体起用，啊，我们这些众生。是唯心所现，那么佛现前呢，你用什么心看？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恭敬礼拜啊，你一定是这个。你不会看到这个佛来的时候，哦，好高兴，难得了，我今天见到佛了，啊，我的语言不错啊，这好多人不如我了，比不上我，你马上就堕落了，啊，所以佛菩萨为什么不现前？佛菩萨慈悲，不愿意帮助你堕落，所以不现身给你看。啊，到什么时候现身呢？你有定功了，你能不动心了，
你会常常是常常看到啊，对选择考试真的不懂。所以真正见到瑞相，人说不说？不说。他说：“见而无见，无见而见，绝对不会跟你想的。”慧远大师一生三次见到极乐世界，啊，在止境的时候，啊，念佛止境的时候。直径也就是定啊，啊，见到三次。他到往生的时候才告诉大家，啊，往生的时候佛来接引，告诉大家我要走了，啊，这我见到极乐世界了，啊，这个时候才说，过去曾经三次见到，但第四次。啊！别人问他，极乐世界什么样子？他告诉大家，跟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一模一样。啊，这个说了说了，人家都走了，这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说了。人不走啊，让人家赞叹你恭敬你啊，说你很了不起，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落在名闻利养里头了，你给别人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样子啊。啊，像这些理跟事，我们都要很冷静地看清楚、看明白。啊，人生在世没有别的，最重要一桩事情，提升自己灵性。啊，要提升，那你就得要放下。事物再大的好事，要知道古人讲的好事不如无事，无事是最好啊。啊，佛在世间，菩萨祖师大德在世间给我们做出的样子，随缘不攀缘呐。啊，从来没有听说过，哎，我要做怎样怎样做，没有，没这个念头。啊，随缘。啊，众生欢喜做，哎，这就做。永远恒顺众生随喜功德，众生不欢喜就离开。啊，不要让他生烦恼，这就好。啊，这个众生过去对我们有恩德，我们在遥远的地方给他祝福，这就正确了。啊，缘成熟没有值得欢喜的，啊，无缘的时候也没有沮丧，心地永远保持着清净平等，保持着真诚慈悲，啊，那么这个是在须弥山顶逃离天空，啊，很多人看到佛来了，啊，就叫遥见，啊，临而未及，啊，还有距离。啊，不是在面前，就遥见。我们再看
第四段，第四，过眼点坐，啊，过字庄严，啊，大殿里面的宝座。经文，借以神力庄严此殿，至普光明藏，四字之座啊。这其座呢，是以妙宝所成，十千层级，迥极庄严，十千金王。弥伏其上，十千种障，十千种盖，周回建立，十千僧衣以为垂戴，十千诸婴周边交络，十千衣服服布座上，十千天子，十千梵王前后围绕，视前光明而为照耀。这一段呢是说宝殿的庄严，我们听古大德常说，说不堕华严呢，不知道佛家的富贵呀！啊，你看看《华严经》这一段，佛家的富贵啊，是不是真的有这些东西呢？真有，一点不假。从哪来的呢？从心想生。啊，所以你只要想到忉利天，啊，忉利天人的受用，不是人工制作的，啊，衣食都是自然的，啊，像极乐世界。佛在经上讲极乐世界这个凡圣同居土啊，啊，方便有余土不谈了、啊。为什么？那人不要饮食啊，凡圣同居土要啊，啊，跟天上没有两样啊，变化所作啊，你看欲界，欲没断。只是越很淡薄啊，化落天啊，这个饮食起居变化的，真的叫心想事成，那、啊、想什么他就现什么，不要了不要就没有了，干干净净啊，所以他那个大殿居住宫殿呢，真的叫一尘不染啊，如果很多人来的时候，那满你看满殿通通是狮子座，人走了之后这个洞全部没有了啊，干干净净，不要收拾的 啊需要饮食的时候啊，饮食通通都来了啊，都在你面前，不需要的时候干干净净没有了啊，欲界第五天呢？啊，欲界第六天福报现在更大。啊，一切什么，由第五天来供养。而实际上，第五天有很多天女来供养。啊，捧着香花水果。啊，来供养你啊！那么这些人又是从哪里来的？一定要晓得
从心所现啊，静从心现啊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，这么多东西呢？用从提起，自信里头本来就是啊，一样也不缺啊。那么经文十句，清凉大师有注解啊，注解讲得很详细啊，说里的说表言根于之点，啊，这一句是总说很重要，啊，表是表法，言是庄严，啊，因为这是欲界天。天上人的对于五欲六尘比我们人间来的淡啊，这个淡呢就是他的执着比我们轻，我们执着的很严重，所以堕落在人间。如果我们对于五欲六尘啊，这个概念的时候很轻微很淡薄，你就上升了为发气故至思之作啊，为发气，因为这请佛来说法啊，一定要布置一个讲堂啊，这对老师的恭敬呢啊，所以讲堂的时候一定要知四字座啊，这个四字座不是真的是四字啊，都是用比喻啊，四字寿终之王啊，所以佛呢是法中之王啊，佛坐在那个地方都叫狮子座啊，佛坐在大树底下，大树底下铺的草铺个垫子也叫狮子座啊，这个是佛在经上都讲得清楚的啊。那么此地的狮子座是很庄严的啊，为什么呢？天王的佛报大嘛，标摄诸之法门故啊，啊，摄诸啊，比摄性啊高了，摄性没有历史法界。这个要知道啊，设法界里面有六道啊，七性菩萨超越六道了，不在六道里面。六性的人还在六道啊，七性不在六道啊。佛给我们说，初性位的菩萨，他断证的功夫跟小乘须陀洹平等。那我们知道小乘须陀洹见思烦恼里面见烦恼断了，
四烦恼没有断，也就是六个根本烦恼里面，贪嗔痴慢疑恶见啊，这个粗果啊，恶见断了啊，那他还有贪嗔痴慢疑没断啊，这六个烦恼，第一个是最严重的啊，贪是最严重的，嗔是第二，痴是第三。啊，慢是第四，疑是第五。啊，我们断呢，断从比较容易先断。啊，就先断恶见。啊，恶见呢，也称为见惑。啊，惑什么？惑身见、边见。见取见，戒取见，邪见，这个断掉之后了，你的知见正了，知见虽然正，你思惑没断，但是它决定不得三恶道啊，所以错果啊，正错果的人，他天上人间啊，他只有这两道，那个其他的四道没有，就天上人间啊，天上人间佛说了七次往返，他就证阿罗汉果了，他就超越六道了啊，有佛的时候他是声闻啊，他跟听佛说法，把这个六道里面的执着放下了啊，执着是六道的因，对人对事对物不再执着了啊，事出世间法都不执着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那执着的内容是什么？执着就是贪嗔痴慢疑，所以贪嗔痴慢疑就是执着，这不是很清楚吗？那贪嗔痴慢疑没有了，执着没有了，这要懂得了。那我们还有贪嗔痴慢疑，一定要提高警觉，我还有执着啊，贪嗔痴慢疑很严重，或者执着很严重啊啊，那淡泊的说好好事情啊，有进步啊，精确就是什么？你越学，越明了。啊，越学，它自由无处。啊，那么这个四惑断尽了，这就是执着没有了，六道没有了，到四圣法界。四圣是我们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这个世界的方便有余。啊，所以这个里面有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啊，那么这个佛是十法界里面的佛，不是真佛啊。天台大师六界佛里面讲啊，相似即佛，正确，这个话讲的对啊，它是相似即佛。那么他只要能放下起心动念，这不起心不动念，十法界就没有了啊，这个六道没有了，十法界没有了，是你的六道十法界没有了。那么十法界里面六道里还有许许多多芸芸众生啊，他们还没觉悟啊，还没放下了。那你放下之后，你能帮他吗？你可以再回来，回来叫
道家慈航啊，叫尘愿再来，因为你曾经发过的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那现在你有能力度众生，你当然帮助他。应化来的时候呢，你会不会起心动？不会。那起心动你不就堕落了？啊，你已经证到三不退了，你不会退转。啊，位不退，你不会退落到六道，再六道不会堕落在六道，来去自由。啊，在十法界也不会受十法界的拘束，也是来去自由。啊，实在讲没有来去啊，这个道理是真的啊。讲来去自由都是随顺众生说的。啊，跟你讲真的没有来去。啊，众生有感他就现。众生没有感他就隐了，不现了。确确实实唯心所现。啊，唯识所变。自信弥陀，唯心净土。啊，这个话是真的。我们住在此地是唯心秽土。为什么？心不清净，你看着这个土就不清净。心清净呢，土就清净。啊，自信它就具足十法界。啊，你念念是佛，它就现佛。现在人念头不好，念念确实是恶鬼地狱啊，所以这个恶鬼地狱的现象充斥在人间啊。只要你稍微细心一下，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。所以他表是诸法门啊，这是讲这个忉利天宫的大殿啊，也就是请佛说法的这个讲堂啊，这庄严啊，极其庄严，这都给我们做榜样啊，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诚敬啊，对老师尊敬，对这个法尊敬啊，显示我们自己有诚意啊，来修学，这叫师资道合。啊，这叫感应道教啊！没有诚意，老师不来。为什么？来了没用处。啊，你学不到嘛？他来干什么呢？啊，那么这些表法的意思非常重。如果我们今天也照这样啊，香花的时候庄严，床幡宝盖没庄严。我们里面没有沉浸，那是假的。佛菩萨来不来？不来。啊，表法表里一如，就来了，就有感应了。只有外面的形象，没有内里面的沉浸，佛不来。哎，佛不来，妖魔鬼怪会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的心是邪的，你的念头不正，感应的是妖魔鬼怪啊，他来了，他冒充佛菩萨来了啊，他给你带来的是祸害，
是吉祥，这些都不能不知道。下面讲文有十句，第一句是总，后面是别啊。第一句是记忆神力庄严此地，至普光明藏此此之作，这是总书。下面经文呢，这别书啊，别说里面有十句，这个注解里的说，总云普光明藏者，此是解慧。舍主是显是回向，都是属于解慧也。啊，这是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啊。啊，解慧里面，清凉大师讲了三句，这句很重要，三句重要。智照法空，含众得故，从性实如，故有智也。啊，初住菩萨智慧开了，智照法空啊。为什么？他妄想分别执着统放下了，就是我们佛教禅宗里面所讲的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他们是大彻大悟啊，那用他们的智慧照见万法皆空啊，这个万法皆空，万法有啊，在面前呢。啊，为什么是万法皆空？相有性无，没有自信呢。事有理无啊，所以佛在般若经上一再的重复提醒我们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这是智照法空啊。但是含众德故，这含众德就不空了啊。这个众德是什么呢？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真能，无量的相好啊，真的像我们看万花筒一样啊。万花筒你晓得那里全是空的，可是你转的时候你看到变化，那就是含众德啊。这个动作是心德啊，从心是入，心为道源功德，长养一切诸善根，这华严经上说的 啊，事出世间法，没有一法不是信心建立的啊，善法信心建立的，不善的法也是信心建立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信有迷信，迷信有迷信的建立，正信有正信的建立，真信有真信的建立啊。金刚经说是说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
啊，信心清净，谁能做到？我们在这历史上看，慧能大师讲做到了啊，他跟五祖忍和尚说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，那你就想到金刚经上这句话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，他常生智慧，他不生烦恼啊。啊，也就是说他坚信头一句话说，何其自信本自清净，就这句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清净心是你的真心啊，是你的本性啊。那你现在心里面这么多拉拉杂杂的人物，这不是真心，这东西都是不没有啊。你要相信你心里的没有这个东西，你要把这个拉杂东西去放下啊，保持着心清净心，你不就成佛了？你跟慧能大师有什么两样呢？没两样了。那为什么有这么多杂念？啊，能大师能把它放下，能把它甩掉，你为什么不能？啊，你要能甩掉之后，跟他没两样。这个道理要懂，我们认真要学习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继续到此地。